在国外工作不用担心。谢谢你照顾我这么贴心，你每次都会做什么事情都会先让我。Hello L 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 Q 李涵，我是俊。我们私底下都很喜欢黑、灰、白三个配色，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比较能去尝试一些新的风格。有时候我就碰到一些瓶颈，就穿搭上面的话，我会请教他，他有点像是一个造型顾问的感觉。这一台 Z Flip 它可以去选择你想要摆放的地方，可以调整弧度，所以你一个人比五就可以定时自拍，如果没有朋友帮忙也没有关系。Z Fold 2的画面非常大，所以它很适合可以用 APP 去做多功处理。拍照的话，它画面可以显示在这个背部的部分，所以女生就可以控制男朋友他要怎么拍，她就可以叫他怎么做，我觉得非常方便。我们两个有时候不用讲话，他一个眼神就是眉头一皱，他就知道，他要给我爱的鼓励。我自己是蛮喜欢，我们现在基本上在晚上睡觉或是出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跟对方说 love me。但因为前几个礼拜我们有去澎湖，我要跟他说很多称赞的话，我说你穿短裤超好看。那因为也是 Kiwi 就这样子鼓励，所以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我的腿不好看，所以我很排斥短裤。那今年我可以试试看。